很棒。这个皮儿，这皮儿，告诉你拿水拔一下，这不拔，你看这个笨。来粥，回去，先放点来粥啊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哎，让我比粥好喝呀。啊，拿来呀。嗯，妈妈来了。哎，看这个，你吃这个。那这个不要，我爱吃我这个。不吃啊！你给我吃一口。啥给你吃一口啊？喝点啥去？哎呀，酸溜还不错。刚吃完等我住啊，就不长。我告诉你那个吃完等我，我喝酒了不吃饭，回家吃饭还整不明白呀，天天的。这啥菜呀、啊？天天的，你告诉我什么菜？啥呀、啊？不是，有饭的，对，大米饭，大米饭。啥呀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菜？糯米笋。酱呢？大辣酱呢？给我拌上大辣酱。别走啊，慢。我告诉你。我说稍微给我放点葱，你往加什么能行吗？没有葱，没有。你干什么？太速度了啊！我是饿了，喝一点酒回来，
给我整肉去，整肉。肉。切肉去。干啥？切肉去。快点。毛病是不是？不吃管。干啥？干啥砸我呀？啊！我你以为我现在喝酒容易啊？啊！你以为我喝酒看着我，看着我眼，看着我。你滚！我太难了。味儿不错呀。孩子们吃饭了，孩子们。来了。啥菜都没有啊，天天吃面呢。这粉条你不最爱吗？还有这个糯米笋，你拌点烧酱你吃呗，就少放少放少放，干啥呀？我能挣了这么多吗？我喜欢吃饭。少放，我吃不了这辣的，辣就喝水呗。你整这么多干啥玩意儿呢？这放太多了，你就这点玩意儿，那我再加点那个笋去。你去。又抽没肠了啊！这你能吃辣的照照我，你放这么多干啥玩意儿？辣直冒汗。我喜欢吃辣的。你喜欢吃辣不考虑我呀、啊、你？害怕呢？哎呦我！这
吃。哪儿呢，大姐啊？这玩意儿我告诉你，就得吃点辣的，不吃辣的能过瘾吗？那你这放太多了。哎我哥，这个辣，这个还烫，这干拌拌的，再加点，这整不了了。吃完了呢，休息休息。全剩皮儿了呢，这老娘太狠了。哎妈，这咋回来了呢？这开门也这么慢，不知道我饿了。没做饭呢。你搁家干啥了？啊？你手脖子都不敢动了，一动就贼疼。这回吃一口吧，这手都不敢炒菜了。好吃不？瓜皮也不错，挺下饭。有道理，多吃点。明天给你做点好吃的，今天的手实在动不了了，多吃点啊。不用去看看去啊？不用，明天就好了。这幸亏有点瓜条，这没点瓜条啥也吃不上。你不愿意吃这个黄皮咸的吗？干啥都不小心的，累天。吃饱了就不能跟我抢了。这多吃点，这不咸，这比炒菜都好吃的小瓜条。一点油水没有。是不好吃的小瓜条？不过比较合我口味啊，嘎嘣脆。那是天天给你买啊，天天吃咸菜呀？你不离不开咸菜吗？再来点，那嘎嘣脆的多好吃！好了，好，好了，进屋，进屋歇会儿去吧。不用了，困眼睁不开。走吧。哎。我去，一会儿。这大嘴叉仔那块儿，我跟你说，分一锅都没，这玩意儿太贵了。茶水怎么还不给我泡上呢？茶嘴呀、啊！这啥这是啊？媳妇啊，刚打电话也不接，这鞋找不着了，这电话也不好使。哎呀！快快快！快快快！快快快！妈，这脸咋了？快快快！妈，扶一会儿。扶一会儿吧，太凉了，这当热乎了。我给你盛饭去，别动啊！
天天对我是最好的一天，还给我敷一下。来吧，有点热。快来吃饭吧，食物都坏了呀，没吃饭呢吧？没。来吧，快吃，挺好吃，好吃吗？咱俩住。等会儿给你整饭去啊。就。来吧，吃点木耳，那木耳也不错，来。王皮咸菜多好吃啊，来。这也没咸菜啊，这个。快吃吧，它还能吃出啥味儿来，好吃不？那还得是黄条的，那么什么没味儿。你吃吧，我知道你爱吃黄瓜皮儿，这给你备足足的了啊，热了可就造。哎呀香不？姐。哎呦我的妈。别做饭这么好呢，头回享受这待遇。以后回来我天天陪你啊。好。吃饱没有啊？饱了。饱了啊，来，把这点吃了。走吧，来，起来休息去。好。进屋吧，一个人，不需要通知我。